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Gorgeous 餐厅 GDC 4的小刚哦。今天小刚非常荣幸来到这个 West Time 这个总部啊，位于在 JB 哦，就是八路罗佛州这一边的哦，这个代理哦，那就是这个就是 Yang， 对，是的 Yang 哦，也是这位大老板哦，那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Yang， 是Malaysia West Time 的负责人。好，那今天小刚在这边。邀请来到这里哦，欣赏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表。那相信最近很多朋友在网上有看到这支表，什么表？这支表就是我们最新推出的 Memory Jean 万金圈跟周星驰联名的一款最新的限量版款式。对，就是周星驰啊。那相信周星驰是很多，就是每个朋友很多的一些童年的回忆啊，包括小刚也是。讲一句周星驰经典的对白，听一下。喂，广东话喂，别的可以喂。别的什么华语？华语啊，好像比如说只有广东话好啦。是哦。粤语吧，我。喂，不用紧，小佳后期帮你加上。好。今天这个周星驰，哇！当我看到，先讲一讲我的感想啊。当我看到周星驰，就是 online 看到人家有照片啊。就是说，这是经常这个周星驰有参与他的设计，对吗？本身这个 NFT 就是周星驰他们团队本身的，就是加了一个 NFT 的。哇，所以这是他有一起有推出这个 NFT 跟这个手表结合，哇，这个我真的觉得，当我在网上之前哦看到他出这一个消息的时候，哇，我就在想，太悬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这么出名啊，周星驰啊，也是我本身小刚的一个偶像啊。突然说，我也是很爱表的嘛，出了哇跟表结合之后，我就觉得很想亲眼目睹一下。这个手表它是 Memory Jean 最新推出的一款限量版手表，目前市面上有50只，而且几乎都是卖完了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手表啦，它的右手边有一个星星的图案，这个图案就是他们的 NFT Nobody 的这个 logo， 一个星星的符号。然后这个 NFT 哦是星爷亲自设计的一个 NFT 的 logo 来的。然后它12点钟方向就有这个周星驰的人物形象，这个形象哦是用《回魂夜》这个戏里面的那个 image 来作为一个它的图像，在这个手表。回魂夜你有看过没有？这套戏有看过啊。我忘记了，小时候看的。9点钟是它的 Power Reserve， Memory Jean 手表的 Power Reserve 都可以到80个小时的，而且、哦、他们的 Memory Jean 做的手表都是陀飞轮的，就是陀飞轮的，所以看到、哦、它的陀飞轮啊，它的那个轴心哦，就是它那个转盘啊，它都有它的 logo 在上面的，就是 Memory Jean 的 logo 啊，所以它是全部是自家的，它的机芯。那个表盘呢？表盘那一部分它很多那种刻字雕字是什么意思 ？OK， 这个它表盘的设计哦，就有用很多周星驰里面的人物啊，会有它一些经典语录啊，都有刻录在上面的。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仔细去读的话，你会发现很多很有趣的细节。3、2、1，掌声响起。OK， 目前这个手表啦也是有很多人询问。OK， 我们从17号开始，就是明天会在我们 KL Pavilion 的手表店，就是 Resley 那边会有展示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那边去看一下这个手表。哇，那就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么特别的周星驰哦这一款 Memory Jean 结合起来的这一款联名表啊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我是小刚，拜拜，拜拜。